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加丢 Music 节目，我是西蒙。然后坐在我对面呢，我也得好好介绍一下啊，有两位大家不认识的嘉宾，第一次做客节目。然后一位是博采生老师，请自我介绍一下。好我博采生，如果玩手游吧，大家或者玩一些单机游戏，有可能知道我。经常给一些手游，然后还有一些独立电影吧，做游戏什么的。说几个吧。影之刃啊，影之刃，这个应该是大家玩的挺多的。还有像之前雨雪系列，然后反正一些广告啊什么的吧，回来对，然后另外一位是萧娘哈啊，大家好啊，我是萧娘。如果大家看动画，尤其是国产动画，可能会知道我啊。我现在是在腾讯动漫做音乐监制，平时也会主播一些就是音乐播客类的节目，像影乐志的震荡播，主讲一些电影相关的音乐方面的知识。对，然后因为两位呢，其实都是这个算是从业人员吧。然后也是上次听了这个，因为我们之前请仲卿老师不是聊过那个乐理知识的4期节目吗？没错没错。然后当时也确实吸引到了不少人，也同时让博采生老师也注意到了啊。对，我听了，我觉得那节目特好。对，然后之前咱俩聊天嘛，就说能不能从这个另外的角度，或者说从业者的角度，对，然后来聊一聊有些就是我们很熟悉的音乐到底是怎么去制作出来的。所以说现在我们这个。也不算开坑吧，就是说好是一个3期的节目，对，从大家非常熟悉的电子游戏，然后电影以及动画，对，3个方面，然后聊一聊里面一些细节到底是怎么做，让大家有个更直观的认识。对，可能大家有问题会问，就是说为什么要分这3个去？因为很多人觉得它都是归属一个类型叫配乐，对吧？为什么会分这3个？主要是因为。就是如果细究的话，其实这3个它都有它不同的历史背景，对，它不是说一起同时大家手拉着手发展出来的。对，这个电影配乐有电影配乐的整个工业体系，然后电影也有这个游戏也有它的游戏的配乐体系，所以分成这3个呢，可能就能让大家从从业者的角度，能多站在从业者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你欣赏的时候，玩游戏的时候，也能更了解更清晰的明白，可能听到某一个东西，你知道，这个游戏它就应该对怎么想的，然后在游戏里头，这是一个挺打破传统的做法，或者这之类的，对，就从观众角度上，可能它这个功能性可能会比较相似，但是其实它工业上流程可能是非常不同的。那咱们今天就先说说游戏这个类目，没问题。那咱们这个从何说起呢？是不是还得说说这个？先说说以前，再说说现在。对，说说以前吧，就是咱们脑海里头印象最深的游戏音乐哈，可能以前的游戏音乐，可能大部分是那种 RPG 时代，特别 FC 时代什么，有可能是 FC 时代。对，那看个人的这个成长经历了，对吧？可能是 PS， 可能是 FC 红白机，但是这个他们主要都是就是播放机制是怎么样的？你想象一下，你就能想象到以前那个游戏啊，那个画面。配上那个音乐，它一定是你到了一个地方，它放一首曲子，对，重复，脑中可能回忆起你最喜欢玩的游戏的。你在城镇里头，音乐不停的转悠，对吧？它可能重复度比较高的，你老来这个城镇，它可能这个音乐故意的要做得更好听一点，或者更长一点，让你重复起来不这么单调。大城市对做好一点，对，你像轨迹系列一直都是那么一个那个大城市可大了，对吧？然后。变成了一个模板啊，就是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对，然后这个城市是舒缓的呀，是什么呀？一定要通过音乐就马上要知道。所以当时的音乐创作的时候，就是给作曲家，这个制作人给作曲家说好了，我这个游戏里面有哪些场景，给你形容好了，给你形容好了，这个城市什么风格，那城市什么风格，对对，长什么样，给你写吧，设定给你写吧，就这样。然后战斗也是，这个要几首普通战斗，要几首这个什么。对吧？其实也不光是什么暗黑破坏神什么的，不都是对道理吗？是就是游戏一直有这个传统在，可能也是因为它历史导致的吧，对吧？就大家习惯了啊，习惯了一个就是创作思路，没错。那么大家很热爱这个游戏类型，但是在音乐上面，你说你老是到一个地方循环一个曲子。到另外地方循环一首曲子，但我觉得作为玩家来说啊，我代表玩家，就我会觉得，就我不会太在意你是不是在这个机制上有突破，确实是。就我会觉得这个曲子很好听，然后那个就整体，如果你的音乐制作水平高的话，对，就它我也不知道这个评判也有点主观了，就是说就这个好听的音乐我会记住这个游戏，就这边音乐它如果想起来了，比如我能想起我当时玩的时候的这个样子，嗯，没错，对，声音啊味觉啊这些都是刺激记忆的这种，对，是那个时候可能这套系统就是比较工业化的，比较工业化嘛，对，大家就觉得可能也没有什么必要把它舍掉，但是这套工业化其实一直到现在，包括手机游戏它依然是，对，很多游戏都是这样，就是场景驱动我们叫做然后曲儿的并不像比如说与之相对的是电影的这个怎么说呢情感驱动，对吧，对，我不管换几个场景，我人物是这个情感，那我同样的这个音乐就一直持续下去，嗯，游戏它更多的是场景驱动，嗯，但是这个在求变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的时候大家会发现你们都在创新吗，对啊，不一定说我一定要这个每次到了新的地方换曲子，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的一个曲子展不开。从我们作曲人来说哈，嗯，我们作曲人如果想把一个曲子写得好听，它是有很多很多考虑因素的，其中有一个就是旋律要好听，嗯，对吧？是不是？就旋律能记得住，有的时候觉得，哎，这歌水晶这曲子，哎，对，没错，嗯，对。但是就说这个旋律怎么能写得好听？其实我们是需要篇幅的。就相当于需要空间需要长度的，相当于主要是时间，就是篇幅就是时间， 对， 对，这是我们的篇幅就是时间维度，因为你想你要写一个特别好的作文，对吧，嗯，你就给你400字，你能写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文章，嗯，就比较有限，对，因为像游戏不像电影，你像八恶人那个电影开头一共有近8分钟的音乐时间给你去带入那个情感，对，但游戏的话就你看你到这城来，我马上比如说到了一个新的城镇，嗯，那我游戏可能音乐4-5秒钟我马上就要把这个新的城镇的它整个面貌全部都展现，这个感觉要出来，嗯，对吧，我不能我可能我展现个1分钟慢慢的这个循序渐进，那我这个玩家可能已经走开了，已经不在这儿了，嗯，那我这个城的这种感觉就没感觉到，我该感觉的没感觉到，那个，风格没给你凸显出来，没错，嗯，对，所以这个就是在篇幅压力，我们这种篇幅压力写作下的一个弊端，对，对吧？就是你必须在比如说1分钟之内完成你所需要传达的感情，哦，对，然后呢你会发现，这个，场景机制带来的一些创作上的一些弊端，对，没错，一方面是创作上的弊端，还有一方面其实更多的是对音乐的一个限制，导致它没有办法很印象深刻，因为你一直在重复，一直在重复，就像你每天在吃同样的食物，它即使它再好吃你也会腻，嗯，你腻了就把它当成你体验的一部分，嗯，你就不会再对它有新的这个反应了，嗯，所以这种机制它的弊端可以说在这儿吧，从这个创作者的角度来说，嗯，有一定的弊端就是这个挺大的篇幅，嗯，我没有办法展开，对，而且尤其又像这个说到咱们因为刚说到手机嘛，手机游戏也说到了，嗯，就是现在手机游戏，嗯，给我最大的压力就是它的篇幅，因为它除了这个播放机制是这样的一直循环，它还有一点就是它控制那包体的大小，哦，有啊，哦，对，有数据上的限制，没错，嗯，这特别严重，有的人看那个包太大了，很多那个比如说那个什么他们叫渠道，安卓叫渠道或者 APP Store，嗯，他们上去他们对那个包体本身大小是有限制的，对对对，嗯，你不能传一个2G 的东西上去，对，嗯，就特别可怕，商业摧毁了你的创作，而且其实除了包体的限制还有它那个频段的限制，因为像苹果手机它低频就非常的垃圾，嗯，你放不出来，对，哦，就跟这个硬件也有关系，也有关系，你要考虑到你就是你不能写太多那种低频的嗡嗡嗡的东西，你别人听不到，别人听不到的，嗯，人家会说你不容易，对，你这音乐什么对，要考虑这些，确实是，嗯嗯，那么我们说回到刚才我们说的，就是有这些限制了，那么如果我怎么去打破这些限制，嗯，要想象一下，如果我这个游戏我能在这一个游戏里头，我不管玩家跑到任何地方，他做任何的事情，他出任何的村啊战斗啊，我都播放一首曲子，或者我用一首曲子去渲染整个气氛，行不行，对吧，嗯，那这确实是一种思路，嗯，好不好做先不说，但确实是一种思路，嗯，那么就是近来比较成功的一个例子就是尼尔，嗯，那他就做到最近的游戏了，说到最近其实也不算特别近了，反正是，但是他是确实是很有特色，大家肯定玩过肯定就记住，即使不玩可能也知道的一个，对吧，嗯，很好的例子，就是尼尔的音乐可能大家不管玩没玩过，你可以形容一下它这个是怎么在大概是怎么体现的一个。对，你看你听的时候，你就觉得，首先他在唱东西，你不知道他在唱什么，是吧？嗯，首先这个尼尔这个游戏也，我是听说这个音乐特别好，然后我才去玩这个游戏的。哦、对，然后玩的时候发现，哎，这个是一个很完整的歌呀。他这个歌里头会听到人去唱它，虽然我不知道他唱的什么。后来我查了一下，发现是六国语言的一个结合体新造出来一种语言。嗯，对，嗯，对，这是他写作上的一个新鲜的一个地方。嗯，对，但是他其实就是。可能是更直观的，我觉得是它是一种很完整的一个东西，是一首歌，就是、可能三分钟，对啊，5分钟。就是当我现在听到 BGM 就是没错，对、嗯，当就是可能一个经常给游戏写配乐的人，听到这个看到这个歌单，可能听到这曲子一看，哟，每首3分多钟，吓了一跳，嗯，就是这怎么可能？那它这个游戏里头，我们就会想它播放机制是怎么样的，就是你。怎么一首曲子这么长啊？那我在一个城镇里头可能就特别大了，那让我的想法就是、那可能这城镇特别大，我要在里面逛3-4分钟，但后来发现不是这样，它场景也并不是很大，那只不过它的播放机制不一样，它播放机制它是有的地方、它用一首歌来带着你引导你整个的就是很大一片的游戏过程、它是哪首歌符合他这个情绪他就播哪首歌，他完全不考虑，不是因为场景的变化，对，他不是特别考虑场景，但是他有一些村子啊，比如说那个村子机器人的村落，他一定要播放特定的场景、特定的音乐，但是它主要是情绪驱动，对吧、就并不是完全的那个场景主导了。嗯，那这一点带来的难度啊，说完他如何优秀，就是这个技术难度，但是真正实现起来其实特别困难。对，我记得咱们都是做过游戏音乐的，然后咱们提交的时候，它是要求你的 loop， 你循环的这个段可能是大概40到50秒，然后有一个头一个尾，可能大概2-3秒、5秒钟，没错，能接上，整个可能加起来1分钟、1分多钟。loop 就是一个循环，对，一个循环，对，没错。那么，但是他发现这个东西。你听他的音乐，他很多的音乐是不可 loop 的，它是像一首有头有尾的完整歌曲，它有的音乐是，对，所以他这个就要求创作者非常的，怎么说呢？可能作曲要跟制作人要好好的沟通，前期设计的时候要非常的投入到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能保证我玩家在听这一首曲子的时候，他到哪儿都没有违和感，那么就相当于是我这首音乐相当于一个很大的罩子。它照在这个整个这个游戏的场景里面，然后让你不感觉突兀，高度更高了。这个制作起来其实非常写作起来其实非常的困难，所以你会发现，尼尔里面说一个音乐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它所有的音乐吧，基本上啊都是小快板、行板。什么意思？你是说那个速度上？对对，速度。完了，快解释一下、就是、小快板什么意思？就是说，就是它那个节奏啊，永远是适合走路的。你就这么想，就是你听着，你跟着那个节奏，你跟着后面拍子，你能走起来。有些音乐它适合蹦迪，有些音乐它适合睡觉。是 对，就是你听它后面，比如说这首，它后面一些小手鼓。就是这个节奏基本是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压力的一种感觉，就是说不好，因为也没有一个完全的特别怎么说呢，业界的鉴定说它是一定是行板还是小快板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大家明白这个感觉，就是它是一个怎么说呢，不快不慢，速度适中，然后在游戏里头这种感觉这种节奏就一直带着你旅行，或者但是你静下来的时候也是 OK 的，对吧，就是你在浏览物品，你在商店买东西也是 OK 的，你不会觉得太催促。你到野外去走跑起来，2B 小姐姐跑起来的时候，你也不会觉得太慢，拖你后腿。所以它很多歌曲，大部分只要是它在游戏当中这种大规模使用的歌曲，全是这种节奏。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回去听一下。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这是它的一个小技巧吧，相当于。因为我们说过，它要。画出一个特别大的笼子罩在这整个世界上，让你去哪儿都统一的一个感觉。 对， 对，你说这个罩子就是感觉它也是有一定的艺术性，它就是从歌词上来说它也是很史诗吟唱，但是你又不知道它在说些什么。嗯，对，就是所以你的注意力不会被它给吸走。对对对，就不会过度注重它那个歌曲本身，因为其实你在一个场景里头放一个歌曲是很冒险的一种行为。嗯，没错，对，是的是的，它会把你给带出去。嗯，所以说它就像一个罩子一样，就是它是很升华很超脱一个东西。没错，但是它又有歌曲的美感，因为它有人声在里面。嗯，所以跟我们大众有更高的结合度吧，就是相比于纯乐器演奏， 对吧，你更能 relate， 你更能去体会到他想传达那种感觉，因为有人声在里面，我们有个参照物。对，嗯，就是咱们说完这个尼尔，嗯，那现在咱们举完全另外不一样的一个例子。对，就咱们开始咱们开始那个战神的，对，咱们刚开头的时候有战神的这个，可能我相信大家就是对游戏比较了解的都知道，对，我们肯定是要聊这个战神4，嗯，对吧，这个新的战神奎老爷 God of War， 终于回来了。嗯，这个我们因为刚才说到这个游戏的历史啊，什么 RPG 啊这些，你会发现确实有一定的现在自己的小箱子小世界的感觉。嗯，就是从音乐刚才我说那么多年，它有传统，然后要打破传统这那的，但是你会发现欧美的 RPG 尤其是近来的这些大作，包括肯定未来很难完全用 RPG 来概括，对，你都不能， 对， 对， 对，都不能说 RPG 了，现在这些就是它更多的是互动电影了，对，可能，对吧，叙事性啊之类都更强了。没错，嗯，它就需要采用一种类似电影，但是又类似游戏，但是又必须很游戏化的音乐，对，结合的很好的，对，不管是制作也好，写作曲也好，还是说播放也好，对吧。嗯，所以我就是想来想去觉得战神4这个例子特别特别好。嗯，因为吧，一个是写的不错，还有一个是他之前出过3部，对，而且那3部呢是在之前的世代上出的，不是在这个 PS4 上面出的。嗯，所以你能有个对比，就咱们可以有个对比，如果听听像以前的战神2那个时候的主题曲，我来放一个，对，大家可以听一下。差不多听这么多，就是可能也带回了很多大家的这个回忆。嗯，我说为什么要就说对比着听呢？因为那个时候的战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技术还不是像现在的这么好。那个时候的这个主题曲，这个战神2的主题曲，大家听起来会不会更像是一种歌剧式的，对吧？的一种大的开场场面，但是它确实是那个游戏的开场，很歌剧，然后稍微有点点传统。对吧，有点点古典音乐的影子好像是在里面，是对，然后有一些铺垫，然后有渐强，然后换到第二个阶段，就是它有不同的 section。 这其实也是跟电影音乐的发展有关系，一开始的电影音乐也是都是借鉴的一些古典音乐的，对，都是从古典音乐来的。对，那么能看到这个战神2里面刚才我们放的这段，它就是还有一点点那种电影音乐古典音乐戏剧音乐的那种影子。你能想象可能是一个就是希腊悲剧这种感觉，你能想象得到，但是好像我们听战神4它的音乐就没有这种感觉了，对，可能就淡化了。对，你听一下这个新的，大家注意这3个音拉西哆，哆哆滴哆，来，然后加入新的乐器，对，加入新，但是它一直在重复。来这个稍微变化一下，然后又回来，变化了可能2小节不到又回来。就为什么他要这样写？这个就是用音乐术语来讲，这个拉西哆拉西哆拉西哆，这个我们叫动机 motive 动机。那么大家有的时候经常把动机跟主题搞混啊，就是你能怎么说呢？主题可以想象它更长一点吧，它更有这个旋律上的起承转合。但我们刚才听的这个拉西哆拉西哆，它就没有什么太多的起承转合，它就是一个可能想烙在你这记忆里面的一块，你刻进去，哎，就这么一块，一直一个砖洗脑，它不是一个痦子。对对对。但是现在就是我们聊到这个欧美这个游戏大作啊，它音乐的一个趋势，就是它尝试着想把动机主题化，把动机主题化。对，大家好好想，就是把那这个动机跟主题本来应该有什么样的区别？本来比如说你看动机是这个，我们刚才说拉西哆拉西哆拉西哆，对吧？主题是一个旋律，是一个那种起承转合，哆来咪发嗦啦，可能它要上去，然后再下来，再回来，可能是个8小节、16小节，只是几个动机，你就可以非常短。这个音符，哎，你就光从篇幅的长度理解，脑中突然产生了一个音符，就是我不懂啊，想说的，对对，就是可以，就是。光从它的那个长短，你可以这么说吧，大概可以这么说吧，就是主题相当更长一点，动机更短一点。对，但是现在这个主题和动机之间越来越缩短了这个距离。对，所以我们就是现在说的美国的，包括欧美的这些大作，它现在更倾向于把动机主题化，就是。我也看了这个《战神4》这个作曲人，刚才是个最好的例子，刚才是个特别好的例子，所以一定要举《战神》。《战神4》作曲人的采访，他不把这个东西叫动机，他就说他说到了这个拉西哆，他说他管这个叫主题，他说这个 theme， 他说我特别爱这个 theme，the theme I love the theme， 然后 like when I compose the theme， 当我创作这个主题的时候，怎么样？但是其实，在我们真的就是学音乐人一听 ，it's a motive， it's not a theme， 然后对吧？你就会去觉得你这哥们儿说什么呢？这不是主题。但是如果你了解欧美音乐，你会发现这个趋势确实存在。对，就为什么？其实我觉得还是得追溯到电影，因为它电影首先是这么发展的。对，像咱们最近看的那个《复仇者联盟3》，它出现了很多就是漫威里面的那种人物。漫威里面每一个人物出来的时候都有一个人物主题嘛。人物主题，你不可能这人出来了然后放一个长的主题，那个人出来放那么主题，它其实就放了一个 motive。对，我觉得电影和对，没错，那个严格来说应该叫 motive，应该叫动机。所以，电影其实和这个游戏吧都有一个这个，因为它快餐化嘛，它的信息要在短时间内直接扔给你，你想。战神4，它信息要短时间扔给你。这个奎老爷出现的时候，就会出现拉西哆，但是对主题变短，音乐碎片化了，我们可以这么说。哇塞！我播放音乐的地方用的特别多，我老要放音乐，但是每次放音乐就放那么点儿，但是你就知道这就是那段音乐，但是你就要特别标志性的一点儿，对。挺难的，这个就是互动，像这种互动电影、互动游戏，欧美大作他们的一个新的趋势，也不是说新的吧，他们一直在做了潮流趋势就是这样的。然后，但是呢，你说，就是像奎老爷这个拉西哆已经特别的怎么说呢？我们讨论过了，也特别的印象深刻，但是他还是有之前我们说的主题的那种传统在里面，就是这个可能就是因为好莱坞、美国、欧美他们跟好莱坞的关系更加紧密，他们作曲人，就像电影的作曲人也跑过来配游戏。那就是我们可以听这个，现在听的这个应该是《Memories of Mother》。这个女中音算中音、低音啊，中音。它这个吟唱，它其实是一个4小节的一个循环，对吧？怎么也不算循环，这又有点变化，但是这个长度应该可以称之为主题吧？它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一种主题形式，就是这个旋律。这个音乐是一开始啊，就是奎托斯和他儿子火化母亲时候放的音乐。就是母亲全场都没有出现过，整个游戏没有出现过，但它存在感非常非常强。我们先不说游戏设计里面和剧情里面它存在感是怎么体现的，单说音乐，这个游戏里面，如果大家注意听，奎托斯出现的时候，或者是该是他有这个怎么说呢？主戏的时候，他该出戏的时候，这个音乐一定是刚才那个男生唱的老西，很低的那个老西都老西，一下那个情绪就调动上来了。但是每当有妈妈这个故事展开的时候，需要妈妈登场的时候，一定就是这个女生哼唱的这段旋律。嗯，所以一定登场，对，一定会出现。这就是一个好莱坞式作曲的一个传统。就是主题人物主题，然后副线主题，该是他出现的时候，那么可能他没有出现，但是关于他了，那么这个音乐的这个叙事就要用这个主题。那么跟刚才其实跟刚才奎托斯一出现要出那个人声的那个低音男声的那个理念上是一样的，但是这个更传统一些，因为他可能怎么说呢？一谈到妈妈，她可能有更长的桥段去展示，不是说奎老爷出来马上就要进入战场，对吧？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好莱坞的一些配乐、电影配乐的传统放到现在的互动式游戏里面来，因为可以再听一下这个 The Summit。大家这个熟悉，这个旋律应该很熟悉啊，就是刚才我们听的《火化妈妈》的时候那个音乐，然后它升高了几个调，然后用高音唱了一遍，就是其实是一首对一个主题，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概念，就音乐语言里它里面的主题副线，对，这个因为这个是游戏最结尾了，妈妈的这个存在感是最强的一个地方，具体怎么样我们就不说了，怕不能剧透，对，这是结尾那个部分，对，没错，结尾那个部分。哎，风吹起来的时候啊，对，所以就说，我们刚才说到一个现在欧美游戏它的这个趋势和主流，它就是把动机主题化，然后碎片化写作，它不像之前我们说日式 RPG， 它可能一首曲子我们把整个的游戏氛围都笼罩在那首曲子里面，我们听一首很优美的曲子，它更多的是功能性导向的，我什么时候需要谁的主题，需要什么风格的音乐，需要。紧张的悬疑的，我马上我有这个库，我调用，我让作曲人写这么一个库，就是它不是按照，但它又不能让你觉得特别的突兀，对，没错，就是它不是按照之前场景来划分了，就是它大部分不是啊，也有一些肯定是，那么叙事它是按叙事功能，对，人物什么的，对，就为什么是这样？因为我只要做好这套设计这套机制之后。您现在的这些游戏它主线和支线对吧，它强调的是不是特别的分散，就是我玩主线的时候我也可以玩支线，我不会让支线的那种沉浸感大打折扣，支线的时候该放什么音乐，我主线的时候该放什么音乐，我其实我不需要两套不同的播放机制，我就一套，就是我该悬疑的时候出悬疑，该奎爷该登场的时候，我就放那个奎爷的动机。对，所以他就这些碎片放在他的这个怎么说，他的 library 里面，他的这个库里面特别好调用。对，所以这个就是这也是存在一批人去管理这个库的。对，其实就是像刚才我举的例子，复联三里面你。甚至你没有看到那个黑豹出现，你就知道哦，这是瓦干达，因为你听到那它的主题，瓦干达 forever， 对，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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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那种，那个主题。当然就是说，你看这个《黑豹》这个电影是今年春天上的，对吧？就很近，但是它这个音乐就能用到它的马上下一步的这个音乐里面，其实是它有一个音乐库的。嗯，对。那么先说到这个音乐库，其实就不得不聊这个欧美他们音乐行业，尤其是不管是游戏了还是这个电影吧。他们整个行业工种的完整程度，对，就我们现在说的工业化程度，我们现在说了那么多，实际上做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就如果像举个例子，现在在国内，那么如果我一个游戏公司，我要声音好了，我游戏做完了，画儿都画完了，引擎也弄完了，我需要找声音了，经常给我打电话说，哎，那个阿伯，我这边音乐，我这边音效，你能不能帮我弄一弄？嗯，临时抱佛脚。他一个是时间上他临时抱佛脚，还有一个我是作曲的，我跟音效一点关系没有，我更不会去帮你管理你所有的声音所有的音乐，这些在美国是不能想象的。对，你现在咱国内就作曲和音效师基本见不着面对，在美国是他有太多的工种，有 music supervisor 叫音乐监制、音乐总监、音乐管理，就是音乐监制，还有 music editing， 就是音乐的剪辑编辑，对，还有太多的工种很细，太多，就是你画画，你做视觉有多少工种，可能音乐里面就有多少工种。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国内和日本其实都不是没有美国那么先进。这是在国内一些网大小成本电影里，它就是一个工种，就是作曲，对，我配点声音上去，就仅此而已。所以好莱坞的工业体系还是非常的。所以对，没错，就是您看，我们刚才说这个有个大的库，什么时候该用什么，什么时候该调用什么。那说实话，这个一个人做起来是不可能的，我需要有人去。先统筹我要做一个怎样的库，协调，意思就是说我这个游戏我要作曲了，我在我去跟作曲人打电话之前，我要先跟我的音乐监督打电话说，来，我们这个战神4要配乐了，你帮我们看一看，我们里头关卡设计是这样的，怎么分，你帮我们看，对，拉个单子出来，怎么分，写哪些，最大化把我们的成本在这么多，然后能最大化它的这个收益，最大化它的效果，有点像制片人嘛，哎，没错，就是音乐上面的制片人，没错。所以就一定要谈一谈这个工种问题，就是它首先功能设计主导，所以它的设计师才是主导，那么作曲家只是怎么说呢？来完成这件事儿。当然，作曲家也确实非常厉害，非常重要，他实力也是非常重要。但是那个大脑其实有一半儿。可能是在 music supervisor 是在音乐总监这个工种来完成。对，他就是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流程啊，音乐总监先定一个调性，然后他叫来 music editor 就是音乐编辑，然后他可能会铺一些参考音乐到那个影片上，然后这个之后呢，之后的交流都是由音乐编辑和作曲之间就是直接进行对话，他可能导演会坐到一边，然后看音乐编辑这个贴的音乐导演合不合适，他觉得这个情绪是合适的，然后音乐编辑交给作曲说我们需要这样的音乐，可能甚至然后这个是我们想要的，对，甚至这个节奏可能我们就是要这样的节奏，可能在这个3分31秒，我要它这儿变成3拍的，让它变得就非常细节的一种交流。而且因为 music supervisor 他可能不是作曲，但是他对音乐有很深的了解，所以交流的时候沟通的时候好沟通。对，而且他对版权啊，对很多东西都了解非常到位。对，所以在怎么说呢，对效率和这个产品的质量上是一个很大的协调创作者的一个重要角色。 对，它是一个高度工业化的一个体系，像其实很多时候你这个影片交给作曲，它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写一个60-70分钟的音乐，其实是很难想象的，但你传达的准确，对，这个就是高效精准高效可以省去沟通成本。对，然后他们之间的这个可能之前的已经把参考例子给你找好了，你就写就行了，你就埋头苦干，小黑屋闭关一个月写出来了，是这样的。对，所以就是讲到这些差不多，我觉得今天就是把美国和日本咱们这个游戏音乐做了一个比较简单的概括吧，其实也没那么大，就是举了些例子给大家分享一下。对，就是随着游戏的发展，让它变得这个，因为类型现在体验包括跟电影越来越趋同了，对，尤其是欧美的，尤其是3A 的这种大级别的作品，对，所以引进一些，而且他们这些开发工作室都在西海岸，对吧？都在洛杉矶、LA， 对，有一些，所以说很多这些工业上有些。东西资源之类的，他们应该都是相互配合的非常好的，而且他们很重视这个工业体系这一套。包括最近玩底特律，我不知道，对，这也是你会发现它有的时候声音是从那个手柄里传出来的，对对对，然后那些传出来的声音你仔细听它其实都经过处理的，就是你会发现它工作量是非常大的，它一定要一套非常完整的工业体系来支撑，保证效率，保证效率，对对，这个可能是很多大家有的时候不会太去想到，因为我经常听见就是我们在游戏行业经常听见，哎，哪个游戏又去找了一个外国大师给配了乐，花了可能很多钱。那、像那个汉兹尔700万，我都不愿意说话，我都不愿意举名。对，就是有这些的吧，类似的哈，也包括有日本的也有，然后欧美的也有很多。但是你会发现他做出来的东西可能，确实质量是到那个地方，但是怎么就达不到人家那种综合的体验效果？就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嘛。因为它本来就不是一个人的事儿，你指着谁谁谁的牌子去的。但因为你国内把作曲当成了一个音乐团队，但其实你是需要一个团队，对，你缺少这个团队，所以你的质量肯定不如人家，对，就是这样。但是说现在国内也在努力的追赶啊，像我们现在开始就是一些游戏公司像网易啊、腾讯这些大厂开始就是引进，就是也就是很早开始用一些引擎了，像什么 FMOD 啊、Wise 啊这种，对，声音的开始就是使用这个声音分层的概念，专门的声音分层软件，很多游戏那个前面开始都会有那 Wise 的那个吃鸡就不止很多对，就是 WWISE 大家想想这些字母，这个对是有心人肯定脑子里会浮现一个 logo， 肯定见过，大家可能有的时候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对，它其实是一套声音控制引擎，就是挂在这个游戏主引擎上面的一个小引擎、副引擎，可以这么说吧？对吧？它就是把那个声音整个系统连接到那个游戏上面的这样一个东西。就说为什么要有这么一套系统啊？就我音乐直接对吧？我音乐该播的时候播音乐，我音效该播的时候播音效，不就完了吗？我为什么要一套系统去控制它？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吧，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数字啊，我们现在听数字音频，它不是实时现场演奏的，它是有一个天花板的，我这个波形过了这个天花板我就爆音，对吧？那么谁去控制这个天花板？我突然我游戏里头我是没有办法控制实时，就是我告诉你这个什么时候该播什么，什么时候该播什么，但是我没有办法控制它一下它玩家会做什么，导致它一下可能放10个声音，放20个声音。这个时候这个 Wise 或者其他的控制软件它就出来了，它告诉我比如说我音乐里面分好层级，音效里面分好层级，如果我音效太多的时候，我要人为的，就是它工具自动的，我怕它把那些音效可能切掉一堆，它是这个不让他们打架，动态调整的一个，而且它反应非常快，计算，对。然后尤其是音效声音很大的时候，因为它像我们说数字它的那个空间只有那么大，所以它如果音乐占得太满，音效就没有地方放了，音效放进去一定要打架，这个行。那个去收听仲卿老师第4期，对，这个仲卿老师没错，所以就是很多这个东西也要考虑进去嘛。那么现在很多国内的厂商也开始用这一套系统了，所以在慢慢的跟进吧，在慢慢进步。因为你玩家是活的，你就是你制造出来的一些声音，你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大脑去监制它的，它其实我感觉这个机制就像 music supervisor， 就像一个音乐监制一样，没错，那咱们下一期会聊些什么呢？下一期咱们三大菜系嘛，第一大讲完了，下一期主要聊聊电影吧，讲讲这个好莱坞，尤其是好莱坞它的这个工业体系为什么这么发达，对，然后下次可以深入一下咱们这次举的例子，对，然后可能不包括完全包括好莱坞了，再聊聊欧洲的一些文艺电影，对，下一期要聊的例子刚才肖娘说过，肖娘稍微提了一嘴，对，说漏了复联之类的，对，下期我们可以仔细的聊一聊具体的，仔细聊聊复联，对吧？对，还有欧洲的这个文艺片，可以，好，那请期待下期节目，感谢二位，好的，谢谢，下期再见，拜拜。